Do you really believe in God? Such faith is a blessing. In the 30 years of Coral Scientific, God never shut his face. I've spent my entire life pursuing this Chinese secret to immortality. And now all I need is the last one of the 24 divine pieces. Your Reverence, if your God's unavailable today, please. Mr. Hendrix, when you are my age, you're here like death is certain. Really? Very interesting. If that's what you want. Ah!
子供以后好多不喜欢你。我的书友卡多么有好多意卡多么意我就我一个好多么意我需要意我一样。我要我呀卡多么意我需要呀卡多么意说呢卡我呀很有些。吴先生，你在？嘘，我在等一个朋友。把第三个窗帘拉开，只拉一半，快去！啊，一、二、三。你是？啊，我是一个作家，有人介绍我来的。听说您这儿有一个特别好的故事，想找人写成小说是吧？
我的记忆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希望在我分不清它是故事还是回忆之前，你能帮我把它记下来。太好了，我慢慢说吧。哼，这个故事应该是我和他的故事。故事是何时开始的？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应该用他来讲述我，还是用我来讲述他？讲我？我讲他？还是我？这样吧，你知道吴山院的妇产科是什么时候开始禁止吸烟的吗？我的出生对于家族来说是一件大事，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重要，但在我出生的那天，所有的人似乎都准备很久，好像我的到来会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变化。吴一琼，你老婆生了，是个儿子。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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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了。我们吴家终于有一个干净人了，就给他取名叫吴邪。嗯，干净吴邪。对对，吴邪。爷爷也许认为吴邪这个名字可以带给我比较平凡的一生，但是要让没有经历过不平凡的人来歌颂平凡，往往是苦涩的。谁相信？我们相信。好了好了，咱们来玩捉迷
赠作家日加一针，生生世经经营生得女是因必非生。每个月这个家族里都会有人死去，我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我的祖辈们是一群盗墓贼。这样的家族原本有九个，他们被称呼为九门，上三门为贵，平三门为贼，下三门为商。九门后期没落，后代们渐渐的就远离了这个行业。迎财退病，舍离取义。君临在天，祭祀不绝。奇怪啊，这寡妇墓明明是个平民墓，怎么用的全都是皇室的建制规则啊？老板，你管他平民皇帝呢，跟咱有什么关系？赶紧回去吧，铺子不能没人看啊。不行，我学了这么多年古建筑，要是不好好实践一下，不都浪费了吗？依我看，这寡妇墓肯定有问题，但是想要找到它的答案，你就必须把它拆开，才能了解它的本质。哎，老板，那我就一点不明白，你说你干嘛不让三叔带你下墓啊？我跟你说啊，我家里人从来都不让我下墓穴这种地方，尤其是我三叔，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哎，你没跟他说吧？耶，三叔，给你说了多少遍，别进来，别进来！谁他妈让你进来的？三叔，你听我解释嘛！我这学校派给我的政治任务，我要下来是为了做这个结构复原。结构复原？什么东西到你手里边不拆得稀巴烂的？拆才能复原，复原不就是为了拆吗？这是你的逻辑吗？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我跟你说，这里面的蛇很厉害的。赶紧走！哎，我刚看好多蛇，你等会儿，我拍张照片。不要！哎呀，你压死我了，小兔崽子！别赖我！你怎么样？没事。睡着了没有？没事。没事就。这马寡妇墓里边还藏着这么个玩意儿呢，这是借他人龙脉之命，阳极之师啊。西域大荒之秋，有西漠古国，曰塔木陀，其主为女，称蛇母。吾为古相王所求，献之为将，修蛇母陵，深千丈，入黄金美玉，18年走，众皆疑之。铁面生修碑以祭之。哎，蛇母陵，那是在西域戈壁里的古国。铁面生是谁啊？他跟寡妇有什么关系？他们怎么还住上下铺呢？铁面生他应该是个建筑师，
你说他能修蛇母陵这等规模的陵墓，那肯定是当时最牛的工匠。而我们所收到的游客发来的视频呢，就是在我后面的这个地方所拍摄的。Scan it. Yes, sir. We found it. Yes, yes.四叔，你听不到吗？听不到什么？听什么呀？你听一下。四叔，你握着这儿。哦，我准备把它外壳拆下来。拆？你怎么又要拆呀？拆坏了怎么办呢？臭小子，你千万别拆了啊！你不想吗？想。木锤。镊子。转过来，做水泥。我准备要把第一个栓子拆出来。顺利完成。我准备拆第二个了。
蔡汉。改锥木锤，扛往前。战国时期的东西，不会啊！2000多年前就有钟表了。三叔，它不是钟表，你看，年月日，它每转完一圈，就会触动那个机括，就会前进一格子，一直前进到底就没有格子了。这是倒计时。它那格子没几格嘞，还有8天。8天？不过你说它这个，它倒数什么呢？啊，问得好，问得好。哎，对了，老爷子的笔记里面好像有关于狐狸脸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西域有昆仑去岔国，为黑汉所灭。余部随古相王遁入塔木陀，当见到蛇母，两人相悦，母赠陨玉盔甲，传不死之术。帕吉姆拉拉坦瓦特德，杰纳斯瓦帕吉亚皮塔桑蒂，亚达哈姆斯瓦帕维辛普提弗拉加米。Mama Rakshasi Vadantu。蛇母曰：天有七星，2000年一聚，服其仙草，可使人昏睡2000年，待七星再聚，便可醒来，从此长生不老。古相王既令第一巧匠铁面生前西域六族工匠修蛇母灵，以行其术。巴万提萨拉萨巴舍乌拉米，生因疑奇术被囚，遂将所知刻于24块铜片之上，并带着陵墓钥匙逃脱。钥匙，8天之内找到塔木陀，进入蛇母林，这个活儿我干定了。来，警察，过来！夏里的加油设都备好了吗？快递早到了。螺纹钢管、折叠铲、尼龙绳和绷带都准备好了。那夜视仪和防水矿灯呢？三爷，钱不够啊！怎么那么笨呢？这！你省这点钱真是……告诉你，能到那地方长见识，别说这点小钱，砸锅卖铁千白条，咱们也得咬着牙把这事儿给办了。
这把云铁打造的黑金刀，30年前九门黑背留下的。咱还是老规矩，谁能刀，一起开拔。第一兄弟，李铁柱。他提刀的手法都是错的。下一个，王凯。看来啊，也就是潘子能拿得起来。喂，兄弟，你行不行？不行就回你老家种地。这个是谁啊？喂！这位兄弟好身手，明天早上别迟到。还你。老头，这点油啊，我们就是3天了，你看怎么办？来都快点。是啊，没多少时间了。我们这是去挖矿啊。这里的木啊，青石板全都是用铁浆水浇的，你不用这些用什么？用指甲刀啊。你那个是战术手榴弹，里面全部都是小钢珠，手指一拉嘣一声，全城人变成洞洞侠。洞洞侠太胆小了。
哎，对，蛋蛋，你才是蛋蛋侠呢。赵飞，要不要来一根？哎，他不要，我要啊。哎，大奎。大爷，我们以前不见你在食品科下地，长大了吧？我在大学进修心理学的时候，教授告诉我，爱照镜子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不清楚自己的，一种是特别清楚自己的。哎，你是哪种啊？你能不能不要老是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啊？尼古拉斯·赵四说过，老看天就会忘记啤酒和炸鸡的味道。哎，我叫吴邪，你叫什么？你不说我就叫你闷油瓶了啊。其实吧，我也是个安静的美男子，爱不爱说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看，我就说你是好人吧。生不灵那么凶险，你为什么要跟进去？我家里从来不让我下墓，但是他们越不让我进去，我就越想进去。你怎么说的？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干这行，不让你干这行的，还要进去进去。但是你们所谓的进去，对我来说正是出去。我已经长大了，有能力去走自己的路。小时候，我偷偷进去了一个像迷宫一样的地方，后来它总是出现在我的梦里，怎么走都走不出去。别人说我这是心魔。你以为你能从蛇母灵出去，就能解开你的心魔吗？你呢？你知道西域有一种人，叫公主娜美娜特。他们每过一段日子，就会忘记之前的记忆。我照镜子的时候，就常常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存在过。能治好吗？所以我很珍惜我见到的每一件事情。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相机帮你记录下来的，你不会迷失的。世界那么大，多我一个少我一个谁在乎？不过我会在迷失自己之前完成这件事情。兄弟们，咱们到了蛇母的家门口了。耶、yeah! 我们干活。好嘞，好，快点快点。没有别人，别动。怎么样，照得好吧？你把地址给我，等我回去我把照片寄给你。金木有什么可怕的？别担心，我罩你。哦，对了，
我忘了拿铁锤，你帮我拿个。铁锤？啊，对对对对，把你的破烂玩意给我，别磕了碰我。哦，三叔，你干嘛呀？拜拜了您嘞。快开门。走。梁小平，你留在车上是比较安全的。三叔，你答应过我的，我打辩怎么办啊？老狐狸，想锁住我吴邪没那么容易。Hendricks, I think they found the tomb. These raiders have some skills after all. I see everything is on track. If it's really that simple, you wouldn't have come looking for me. They have the key. If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sn't in that tomb, well, that's not my problem. That is the right attitude. What I'm doing isn't about right or wrong. It's about how much.Who are you? No, that's not possible. Keep them alive, Ning. Let's move. Yes, Captain!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接着，霜降水枯寻不见，春夏水高龙极险，宝殿龙楼去无数，贪狼百丈直布天罡。下令。我们发财了！发了，发了，发了！
你们听着，这只是古象王给我们的见面礼，千万小心点，别到时候有命进来，没命出去。你干嘛？中邪啊？麻醉针。三，大哥。盒子上的朋友，灯笼调高一点儿。吵家伙，有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他们是老外。啊。Do you speak 中文 ？Chinese。Chinese。So. Speak Chinese to them. 咱们是自己人，我也是这行的。只要你们把木门的钥匙交出来，三爷，他们怎么知道的？猴子。嘿，去你妈的！把你丫埋喽！妈的，快点干！
will stay. Not now. This team is good. Mr. Hendricks, I'm scanning your tomb now. Guys, let's go. Yes, Captain.我叫什么名字？吴邪。幸好你的遗忘症没有犯。公主呢？维纳塔。我叫张麒麟。
应该就是这儿了。臭小子，你怎么下来了？我刚看到一帮外国人跟着你们进来，我赶紧过来通风报信的。可以啊，臭小子，够机。干嘛？还我钥匙。不是，你这个钥匙在我这儿挺安全的。好好好，别动啊，别动，别动。好三爷，我有点怕。进来不怕鬼，怕鬼不进来。这蛇母陵墓你第一次下地，这肯定是前殿。迎宾殿，这架势哪是迎宾呢？是送殡吧？记录下来。哇，我从没见过这么多墓。这是墓俑，古人祭祀时候用的，叫魁戏。三爷行啊，行啊，你还是小三爷厉害。臭小子，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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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下来。哦，对对对。三爷，你看，这两个就是保护神。这女的长得够美的。哦哦，我的妈呀！哇，你看这儿还有。喂，这些算什么？开棺。一二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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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上上上上放放。
小心脚。我靠，还是个肉粽子。不过这些东西够我们一辈子用了。那想不想看对面那一个呢？尸体呢？三爷，走失了。不，干嘛老缠着我啊！我告诉你，我长大了，我不怕你。吴三省，得罪，得罪。你不是说我很美吗？出来啊！不要玩了，玩够了没啊？失踪了哪儿啊？
什么事儿？这个叫宿命遗音，是刚才慕勇演奏的铃声，它会使人麻痹神经，让人癫狂致死。你怎么知道的那么清楚？你来过这儿？你是内鬼。阿秋，三叔，冷静。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这字念拆，拆开来看，上面是万，下面是重。你们知道古人有一种刑法叫拆盆之刑吗？就是把罪人的衣服都扒光，扔进坑里，供万虫啃食。
三爷，我对不起，我不干了，我不干了，别这样，给再多钱，别这样，我也不干了，放手，放手啊！兄弟，蛋蛋，师弟。下地吧，这就是他妈的盗墓。
哎，大侄子，你吹箫吹得真好啊，一箫击败百万鞭呀，够专业的啊。走。根据我的判断，这应该是个门，我找机关，很快。是，烟雾弹。没时间了。没有别的办法了，我们只能挖洞。我有更好的办法。Tunnel at your 3 o'clock, and you will intercept them. Good. Guys, move! Come on! Oh.我也还给你，你记着。我叫你不要乱动！我要你自己拿过来，慢慢走过来。来，我接着你。来，哦，对了。我在车上趁你睡觉的时候拍了你一张照片。你不要说话好不好？我紧张的时候就爱说话。把手给我，给我。Fingers on the triggers, boys.
Is this the secret of Moose 2? No.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Scan it. That's a plant cell? Sir, they're plants, not human.心脏，别动！小屁孩子，把钥匙交出来，要不然我囊死你！笑你妹呀！死胖子，别跟我开玩笑了，什么年代了还用刀？你能有枪？出来长见识，怎么那么带家伙？哼！我不信，不信你试试。怕了吧，死胖子，敢拿刀吓唬我？
the next tunnel. There's something waiting for me. What the hell are we really after? 老板，你不要再问他，他不会告诉你的。没时间，把钥匙还我。Don't try me. Ning, he's an old friend. I want to talk to him.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now? No. But I know I am your opposite. You suffer from fear of aging, whereas I suffer from never being able to. So, you've discovered the secret of immortality. No. The countdown is ending. It is the last chance to open the tomb. 他到底要找什么呀？你要毁灭什么？50 years ago, I bought these 23 divine pieces, and they hold the secret discovered by Iron Mask. 我偷查到蛇目妖法是把人活百年、树活千年之术强加于人。他先服妖术精华，将其传于项王体内，转化为蛇种。还密谋建造永生之石，要在七星再聚之时一并放出。怎么打杀你？若其继承，将是天下生灵最大浩劫。You want us bring this crap to you? You have let your obsession take over you.Okay. There's a path on your right. It leads straight to Mu's coffin, and they will all die. Will you lead them out? Or will you let your obsession take them to their deaths? Hm. 很难决定吧。我阿宁出道以来，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今天不管是为钱还是为信念，是注定要走在一起了。You stay. So you stay? I stay. 你们说的是去开蛇母关吗？我无邪就没有碰过拆不开的谜，我一定要亲眼看看。
你已经看到神母的秘密，你们赶紧先回去，剩下的我来解决。不行，我都说过我会罩着你的。替天行道，是塔木图的蛇母，这场人类灾难的策划者。
你看 ，Harry， 赶紧！完全迷失了自己，也还会有一个人会记得我。我当然会记得你了。我只想要你一样东西。等你再回来的时候，我会把它给你的。
这咱们得想辙呀，怎么办？怎么办啊？我操，吹箫！Hendrix, I know you see all this. If these worms break out, that will be the end of the mankind. But I know you can help us defeat them. You want me to defeat my entire life's plan? I think you can achieve something else. What would that be? A true hero.The sorceress relies on the magnetic power for protection. Destroy the lava pipe, and the heat will destroy her magnetic shield. Thank you, sir. I've already discovered the secret. And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You know you can't do it. Alone. He's not alone. Ning, I hope you can accept my next offer.There is something I want to ask you first. How much? If it's right or wrong. 阿宁，我们分头行事。把青铜器给我。那我呢？我呢？这个任务太危险。哎，不是，我虽然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翻译，但我总算是你的队员啊。你必须把这个带出去，这见证了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天。啊，我的名字叫王胖子。My partner。哼，成，咱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一定会完成任务。体力，我要骑那个飞轮救人。
你还要拆啊？拆就是为了复原。After you bomb the lava pipe, smash the wheel, and the chain will lead you out. Set it for 30. Good luck. Hello. 你好。罩着你的吧，在你身上我悟到了一个道理，回忆不是一切，敢去想象才是一切。那你不后悔叫我这个朋友吧？我后悔没有亲自把你锁在车上。你该出去了，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苏明，这怎么来得及了？
Tommy.我这种人，每过一段日子，就会忘掉之前的记忆。别担心，我会用我的相机帮你记录下来，送给你。这个故事应该是我和他的故事，应该用他来讲述我，还是用我来讲述他？故事是何时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